宝刀出鞘。哎，老公，这个鸡排太小了，我想吃个大的。如果这个视频能收集1000个小红心，明天给你买更大的。好，老铁，那我加点辣椒油、辣椒面，你们就给我一个小红心，好不好？哇，必须来个红油白的。哎呀，给一个。嗯，好香。给个小红心。算了，我差皮儿。想吃什么？随便点。都是渔船刚刚打捞上来的，随便挑。够，一共800。哎呦，电话响，接个电话。嗯。啊，我还在买海鲜呢。哎，还是我来吧。我忙完，咱走吧。哎，还没给钱呢。出门太快，忘带钱包了。没事，来。行吧，行吧。刚打电话时间太久，手机没电，真不巧。你有哪一个？支付宝到账。正道的光照在了大地上。生香一个发财蟹，见发财蟹点小红星，必发大财，交好运。出门就捡钱，不信你可以试试啊，老铁。来吧。出来！哎呀，腌制一下，先加点调料。醉蟹是我们本地的一个特产，今天我来腌制一下。哎呀，加点啤酒，给它灌醉。哇，千山万水总是情，老铁给个小红心行不行？就给个呗。腌制一会儿，哇！别跑，别跑！腌制一会儿啊。来了，老铁，老公觉得我最近瘦了，给我买了一只5斤的黑金棒，给我补一补。他还说，如果这个作品能收集到500个小红星，下个作品明天给我买一只更大的。老铁，给我一个呗。哎，这个是活的啊，看，哎，咋不动呢？看到没？哎，咱给下锅煮它。老铁，你就给一个小红星呗，我想吃个更大的，给一个吧啊！盖上锅盖，下个视频开吃。